第十四题，用凸透镜从不同距离观察印有四个大小相同的礼制卡片，从凸透镜中不可能看到图形为何？我们知道放在凸透镜的两倍焦距外会成为一个导力缩小的实像，那么所以像乙，如果放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会成为一个导力放大的实像，好像我们的甲，放在我们的焦点内会成为一个振力放大的虚像，好像我们的丙，所以这里不可能的看起来就只有丁一个振力的缩小的像。所以呢，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我们在凸透镜中不可能看到图形为何者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丁。